这给于老师的。好了，于老师您请过来吧。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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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拥抱一下。哎，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坏了，要讹你啊！抱一下。抱一下。谢谢谢谢谢谢。怕抱一下，怕什么了啊？去吧，我怕我掉下去。来来，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坏了，我的报应来了。哎，能够参加今天的演出啊，嗯，特别的高兴。搁那儿，搁那儿，搁那儿。我接到这个德纲的邀请之后，我是欣然的接受。为什么？因为今天是纪念德纲拜侯耀文为师15周年纪念日。对，是是是是，说明德纲不忘师恩，感谢师恩。我作为耀文42年的合作伙伴，我深受感动，所以德纲尊师爱幼，为青年相声演员做出了榜样。哎呦，我应该的，应该的，我发自内心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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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不用多介绍，是吧？老前辈，啊，石先生，你们大伙儿都熟悉。哎，跟我师父侯耀文先生合作一辈子。42年，四十二年啊，嗯，跟谦儿呢，这又是爷儿俩，哎，对，师徒，哎，谦儿是石先生的亲传弟子，是，我们这行有句老话啊，怎么说？师徒兔子，对，兔子，他们爷俩一窝兔子不像话啊，您原谅我这个嘴不利索 啊，师徒裤子，嗨。师一裤子谁呀？尿了那是怎么说？师徒父子，哎，师徒父子，对，师徒父子。嗯，我跟我师父也是师徒父子，没错。那年拜摊是2004年，对，这一晃多少年过去？哎，我施圣杰，嗯，常贵田，我们三位的银宝蛋，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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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一晃就跟在眼前似的，没几天的事儿。哎呀，嗯。特别的感慨，哎，我头一回跟我师父跟石先生一块演出，咱们是去广州，您记得吗？对，先上的广州，嗯，到广州我才知道，嗯，侯先生这么大势力呢，嗯，怎么？你走了街上，所有的广东人一提，我都侯爷，侯爷，这是说侯爷呢吗？这个，这是说侯先生吗？这不是哈，说好呀，哦，这我都认识我师父，啊，不买票也夸侯爷。不是那意思，主要是那帮观众啊，人看惯了这个了。你师傅，哎，我今儿跟你啊，嗯，这么一活动，嗯，我有句心里话憋了好几年没跟你说。哎呦，你师傅当年在世的时候，从来没当面夸过你，他没夸过我。哎，但是他背后这有一点都不是杜撰啊，实话。有一年咱们在济南体育馆演出。嗯，山东体育馆，山东体育馆，济南那，嗯，你在台上，你倒二，我们俩底，你旁场上你使活，你师傅就跟我表扬了你一顿，哦，你不知道，我又没跟你说过，今天我把这意思给你转达了。哎呦，我洗耳恭听，啊，他怎么说？当时你师傅就说：“嗯，小石，你瞧这孩子，在台上这相声感觉这个状态，太他妈好了。”啊。这是他原话啊，嗯，太好了，你听他这个嗓音，嗯，那么洪亮，吐字那么清楚，太难得了，真他妈好啊，而且这孩子这柳就是唱功活，就是唱这柳特别好，柳什么像什么，哎，而且难得他有调门，就是有高音，嗯，难得这孩子有调门，美中不足啊，嗯，就是个儿矮了点，哎，原话，哎，一个字没编，嗯，这是你师父背后夸你。哎呦呦，啊，我得谢谢您，哎，对，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这是真事儿，谢谢谢谢谢谢，哎，啊，尤其刚才您要不说那他妈的，我就以为是假的，有这口头语准是，哎。哎哎，谢谢您，谢谢您啊！哎，我给你转达过来，得嘞，得嘞，得嘞，激励你今后继续努力。我继续努力。哎，我师父啊，这个
这个做人做艺都是这份儿的。是，他特别可爱，你看他挺严厉，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小孩的心态，老小孩，特别天真。对啊，就是爱玩牌，喜欢玩业余时间玩玩扑克麻将都爱玩。对，他那个家里有一间屋子是专门玩牌的。哎哎，他坐在这儿，他后边是个墙，那三面全是镜子。对了，镜子石老千，他能看见每一个人的牌。好在我也不会玩牌，他也不带我玩。对，但是徒弟们有的去了，我们那个师兄弟们玩牌啊抽烟的都好着呢，喝酒啊。就我说相声跟他们有点区别啊。一晃都跟在眼前似的。哎，侯先生这一辈子其实挺委屈。嗯啊，这个咱就拿他这吃来说啊。对啊，你都以为这个这么大一侯耀文先生得花天酒地吧。没有没有。对，他那屋里煮着饺子，就开着盖煮着饺子，他上院里玩去了。一会儿进来打锅里捞俩吃，又跑出去了。一会儿进来玩三趟，吃饱了饺子都没到盘子里边。是，就这么一个人。嗯，吃面条得煮烂了，对，把它给弄碎了。而且还他吃面喝面，对，一大碗面条烂的面条，快点卤的和匀了，呼噜呼噜一喝，哎，对他来说这就美餐了，美餐，对，高兴着呢。这就是他，对，这么大一个侯耀文先生，这是最大的爱好。哎，还不喝酒，他怕耽误演出。哎，不喝酒，不抽烟，不烫头。啊，这捧一个扒一个可不行啊。也没外人，这真是不抽烟啊！抽烟，不喝酒，有时候烫头，反正是啊，没烫过，没烫过，没烫过，但他可剃过头啊！啊，对，他染头，剃头就是因为烫坏了啊！嗨嗨，主要是染发过敏啊！对对对，后来有段时间剃过大光头，哎，哎呀，很感慨，哎，这要是今天还在咱们一块台上得多好，多好玩，是不是？真是，但是也不错，咱们爷仨能到一块哎，对，这也难得，对吧？对，待会儿演完了，咱们爷仨喝酒去，哎，对，啊，就不烫头了啊，美发店都关门了，我这个脑袋也烫不出什么样来，对，啊，不够卷的，跟您徒弟比不了啊，看您徒弟这菊花狮子顶，什么乱七八糟，别下去，你说。这是我们这儿喝酒的专家哦，他喜欢喝，对，好家伙，对，好喝，一天能喝好几顿，赶酒局儿啊，喜欢吗？真行，这挺好，挺好，挺好，而且最近喝酒也没怎么耽误事儿啊。今天在后台我还问呢，我说这中午喝酒了没有？今儿演出哪敢喝酒？就是还不错。谦儿哥曾经发过誓啊，喝酒不上台，对，后来停了好几年演出嘛，净喝酒了，喝酒了。我有时候看他们喝酒挺热闹，因为有他还有我那个经纪人王海，对，他们几个人坐一块儿喝回酒啊，连喊带闹的，我看比说相声还热闹。对，兴奋嘛，啊，调门都高，他们还玩那什么酒令，乱七八糟的。对，也玩酒令，对，玩行酒令，玩酒令。我听他们玩那什么小蜜蜂，什么飞花丛中，那个这类酒令，这都是这些年新兴的。是，对，我有一本书啊，有一本书，就是里边记载着古代的各种酒令、酒文化。哎，人家那个琴棋歌赋都有。对，哦，哎，到谁了，谁作诗，嗯，到谁了，谁对对联儿，啊，人家那是一个文化的体现，那比较高雅的，对，高雅。当然了，民间你说个个的都作诗啊，对对子也不现实。对，是，有的时候有的小酒令也挺好玩。怎么了呢？有那个酒令，您知道不知道？哪个？就是猜月份。月份，哎，分两波哦，哎，这个猜单月什么什么，哎，说一什么节，哦，这边猜了，我们猜双月什么什么，猜一节，哎，猜着怎么着，猜不着这有意思，有意思，你会不会吧？你过去，你我不是你跟他商量，等会儿，你跟他商量。这酒令我真不知道月份啊，啊，这酒令咱们今儿玩一玩吧，啊，你好不好？又喝酒了哈，啊，不是，这眼瞧着一玩就能喝呀，哦，这又有月份，有月份啊，这我不知道，你问德纲几个月了？这叫什么？几个月了？不，啊，这月份是怎么个意思？您说说。他是这样，酒令嘛，就作比成样，好比咱们在这喝酒了啊。哦哦哦，做一个文字游戏，好啊，喝酒，你给解释解释，喝酒啊，怎么个意思？哎，然后咱们得不能干喝呀，是啊，得玩啊，是不是？咱们做个酒令，做个酒令，一边是单月，一边是双月。哦哦，单双月，单月里边挑一个节，我挑完之后。你们说有没有？嗯，哎，要有了怎么着？没有怎么着？我说完了，你说，啊，你得在双月找，反正是一个单的，一个双的，你琢磨琢磨这事儿。那我咱们玩一回啊，玩一回，分两波。哎，师傅啊，
两波，两波，咱爷俩肯定一波，咱一波，对吧？对，咱们一块儿，咱爷俩一联手，吃不了亏。对，但是在月份上我不太懂啊。哦，您得给我，我这他什么节日啊？哪个月有什么节？我有研究，我明白。行，他现在是一个人占单月啊，一个人占双月。那咱们您说咱们占单月，咱不单月啊？让他来这单月，他来为什么？他先说呀，哦，说完之后等于给咱们打个样子，哦，咱爷俩一照猫画虎，好不好？好，咱来双月，双月，哎，得嘞，哎，挑好了啊，怎么着？我们这双月，哎，你占单月，就没有你们爷俩这么尖的，不是了吗？叫尖呀，好，你们来双月，我来双月，你先说，那就得我先说呀，对，你打个样子啊，到时候我们就按你照猫画虎，你怎么说？你怎么告诉他了？反正你占单月。啊，太实诚！你们是这么设计的，是吧？就这么玩儿。那行，那行，好不好？那就是我占单月，单月。你们爷俩是双月。哎，对，行行行，好吗？但是这种要是干喝也不像话呀。对，得有酒啊。对，咱们拿什么酒是没有？咱们可以有个替代品，是吧？啊，怎么替代？谁在后头呢？快来呀！哎，上酒。哎，这小孟。嘿，这我徒弟啊。啊，猛喝汤他就对，猛喝汤，孟鹤堂，于老师啊，瞧见了吗？啊，对，这就好比是今天的酒哦，新包装，可别动啊！好比是今天的酒，这是个哎，别，怎么？千万不能碰啊！怎么呢？酒已经斟满了，嗯，一碰就洒，一蹲就流，咱可记住了啊！别蹲，别碰，记住了。一蹲就洒，一蹲就流。对呀，这玩意儿他讹人，要不然，嗯，哦，不能动，嗯，哦，搁着。那这是酒怎么喝呀？对呀，哦，这酒怎么喝呀？啊，这个你不会啊？啊，就这么喝，就这么喝啊，就这么喝。这我有点不明白了，怎么呢？他是单院啊，他要是。找着这节日说对了，嗯，政令，这怎么办？对，哎，对啊，啊，你要是单月吧，对我单月，你要找着了这节日了，对呀，啊，这怎么办？我找着了，这为政令啊，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呀，啊，哦，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呀，啊，我还是不明白，怎么可喜可贺啊，敬酒三杯是。怎么个敬法啊？对呀，啊，敬酒三杯怎么个敬法啊？哦，啊，这个简单，啊，是吧，啊，就是这么个敬法，就这么个敬法。哦，这么个敬法啊！我还有点不明白，怎么他是单院啊？他要是找着这日子说对喽，嗯，敬酒三杯，敬酒三杯，嗯，咱是双院，对。咱要是没找着，嗯，没说对，嗯，乱令怎么办？你问你，嗯，啊，对呀，啊，啊，我们要是双月份我没找着，对呀，啊，这怎么办啊？哪为乱令啊？乱令怎么办？罚酒三杯啊？怎么罚呀，啊？啊，对对，怎么罚，啊？怎么罚啊？又三下，就这么罚，哦，就这么罚，哦，啊。我还不大明白，师傅，我明白了。这么会儿我七杯了，我知道你能喝，那也不能这么喝，咱们得跟他玩儿。玩玩，好吧，好了没？可以了，都明白了，明白了。现在开始，开始来吧，打我这边找。您是单月，单月什么节？单月我得找一个日子啊。是，单月那就是正月十五。正他找了正月十五问他什么节啊，哦，对对，正月十五什么节，元宵节啊，对，元宵节啊，有吗？有啊，有有啊，正月元宵节，哦，还有歌呢，怎么唱？正月里闹元宵，金边你给他留，我就别留了，啊，人找上了，啊，找上了，找上了，那说了，老爷子说有，你没留啊？啊，我就不留，我唱，那怎么办呢？啊，这怎么办？找上来了，找这位政令啊，政令怎么办？敬酒三杯呀，啊，敬酒三杯，敬酒，敬酒，敬酒，哎，这不对，敬酒三杯不让敬。你等会儿啊！哎哎，德刚，你可矫情，怎么了，先生？啊，你说了敬酒三杯啊，你找对了，
我们敬你酒，你为什么不让敬？您糊涂啊！啊，谁找上来的？你呀、啊？对呀、啊，啊，我找上来敬酒三杯，我得敬你们呢。敬我吗？你们喝呀。那你要没说对呢？那我错了，我喝呀。那现在你们喝呀。我，爷们儿啊，喝去。喝去啊！可不你喝吗？你我这他就这么喝啊！敬酒，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啊！敬完了，敬完了是吧？不错，不错，不错！哎，那下边哎，到你们了，我们了，哎，你们是双月了，双月，双月了，对对，是不是到咱们了啊？来，双月赢他，我不知道是双月有节吗？有，双月什么节？二月啊，二月，二月初二龙抬头啊，二月初二龙抬头，龙抬头。哎，找着了啊！二月初二龙抬头，什么节？那什么？哦，对，什么节呀？抬头节。抬头节没听说过，我知道抬头纹，哪有抬头节去？没有这节，没有抬头节，没有，没有，没有，人说没有，没有。那你问他，那怎么办？没有怎么办？乱令，乱令啊！罚酒三杯，罚酒三杯。你等我问他。罚他。我不认识，得罚，得罚你啊！不，凭什么罚我呀？敬酒三杯，我们喝。对，罚酒三杯还是我们喝？这回谁说错了？我们还是的，你们错了就得罚你们。那你要错了呢？罚我呀！那现在罚你们。罚徒弟，喝去。还是我喝呀？啊，对。有师傅是有好处的。嗯，罚酒三杯，罚酒三杯。哎，哎呀，这酒怎么样？没事啊，你不往心里去是吗？哎，这有好处。什么好处？待会儿他乱了，咱们照样罚他，过瘾。咱解气，咱俩人。哎呀，少避免他耍赖，咱把他后道给堵死。咱们就规矩，哎，规矩，这局气吗？行了，该他了，哎，到我了啊，到您了，哎，到我是三月了，啊，好吧，三月初九，三月初九什么节？什么节？寒食节，三月初九寒食节有没有？有，还有寒食节啊，纪念那个介子推啊，对，啊，那天就是。吃凉的不许吃热的，有寒食节，有，你问他，有啊，有啊，对，有怎么办？有，敬酒三杯，这敬酒三杯啊，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希望这个酒不要弄乱了您的头型，哎，太开心了。敬酒三杯，又该轮到咱们了啊，又该轮我们是该你们是四月了，师傅，咱好好的吧，四月了，四月二十八。四月二十八什么节？乱穿纱。四月二十八乱穿纱什么节？什么节？告诉他穿纱节。穿纱节，你玩去吧你啊啊啊！没有，没有，没有。他说没有，没有，那问他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啊，没有怎么办啊？罚酒三杯。哎，太开心了，干这个不给钱都干。嗯，好吧，度数高点啊。哎，行吧，还行吧，度数倒无所谓啊。哎，关键上头。嗯，嗨，明儿就好了，明儿就好了。这回到我了吧？三月。哎，我五月初五，五月初五，什么节？什么节？五月初五，端午节呀。五月初五，端午节有吗？师傅，有，我们老有啊。纪念屈原吃粽子有。五月端午啊？五月端午。五月端午有啊，有怎么办？有，那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啊？那怎么办？还问什么呀？这都敬，那这敬酒三杯吧。好，可喜可贺啊！哎呀，我跟你说，我跟你们爷俩玩这个，我可揪心了，我真的。嗨，我老怕上你们当，你这是过瘾。嗯嗯，又到你们了。行了，哎，师傅啊，我可喝了半年了。是，咱找一个节，六月有没有节？有啊。六月什么节？有什么节？谷秀节。六谷秀节。六月初六。六月初六。谷秀节没听说过呀？谷秀节有吗？有啊，那个儿歌里都有啊。儿歌怎么唱？六月六看谷秀，
春点六九头啊，六十六岁刘老六，这张家有六十六有有这些啊，六月六古秀节没听说过，看古秀专家不知道，愣惯呢，您这属于没听说过，不知道，您说没有，没有啊，啊，那怎么办呢？怎么怎么办？都喝完了，我都嗨。嘴急啊，这是嘴急的，就到我了啊！七月七什么节？七巧节。哎，七月七是不？七巧节有吗？有，有牛郎织女有，人您说对了，有有啊！来来，有，谢谢石先生的疼爱，不客气，三杯，哎，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啊！又到你们了啊！我们是八月，八月，哎，求求您了，八月了。八月这板算咱们准真的哎什么8月28跟他说板算了啊哎8月28我等着喝酒呢啊8月28什么节啊、什么节我丈母娘过生日哎您活动活动什么过生日的都出来了、啊、那哪你8月28他丈母娘过生日哎这不像话没听说过 啊我这喝这么长时间了啊喝这么长时间了我也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呢干脆啊后边啊你也甭找了我也甭找了那对吗我直接奔12月我自己找一个我也甭让您出主意了你都不听你师父话了对了就我自己来了哦对吧哎呦大年三十真急了大年三十是你杀头的那个日子没听杀头节急连续的相声杀头节不要那个不要那个春节各位有没有有春节来吧、哎、来喝酒来什么呀来来你喝酒三杯呀敬酒敬几杯呀敬三杯呀啊敬三杯呀 啊我只喝两杯凭什么只喝两杯你蹲洒了一杯呀我别蹲了我告诉你这叫蹲洒蹲洒一杯两杯你也得喝那我只喝一杯为什么你又碰洒了一杯啊嘿你一杯也得喝啊一杯我也得喝啊对了那我怎么喝呢你怎么喝我怎么喝的你怎么喝你怎么喝的呀我就这么喝的哎一杯都不喝了怎么你替我喝了去